那我们这把王爷赏金，准备看一下用诸葛亮或者花木兰。有一个小桥了，偏爱用法师。我去，三个法师啊，这不是开玩笑。小乔，你要不要变一下？哎，小乔变成李白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！小乔换李白还可以打。我感觉，这个胡文的话，我只设计了几个。为了不是火舞，专门买了好几个符文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诸葛亮打到三级啊！三级的话，又可以那个什么，有积分对吧？可以兑换一下。我这第三等级的积分皮肤是孙膑的。我说这家伙李白玩的也不错，已经五等级了，最高级的英雄凤求凰。我到现在我连李白这个英雄都还没有，我没李白啊。就是没李白啊，现在准备存一点金币啊，到时候买个李白玩一下吧。现在两万多一点金币啊，主要是怕买了李白之后，等一下那个新英雄马，我操，我出错技能了，等一下新英雄马上就出来了。大家多等一下，反正最近他现在出英雄的时间也是很慢了啊，将近一个月才一个。有时候有两个，我那个技能出错了，又是张良，好几次运诸葛亮都正中路直接碰上张良。启动，射他射他射到他不敢动为止啊。哎，我的出装是什么？纯法师的出装，纯进攻型的出装。我现在去下路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支援到哦。鲁班应该跑不掉了。看我怎么被打晕了。因为我被困了，困了，困了，困住了，差一点。这个张良真是坏我大事啊，坏我好事啊！又来，你还有什么技能对我？啊，他都三级了，有本事你再困我一下。没有被动技能可以给我打，就这样子的话，我的技能就白费了。走人走人走人，上路闹那么久，等我把中路这波兵清掉，我就准备去上路看一下。有本事你再困，他已经四级了，这个要小心一点，不能给他困住。去上路支援一下，哎，不需要了啊。我也想去上路抢个人头啥的。打了半天，就一个助攻。干嘛？要那里有危险吗？不要吓我！
还追我啊，还追我。咋又是没有人头啊？我的被动技能也伤不了他，老是拿个助攻啊。我怎么走路这么慢？一切都在计算中。快没有蓝了，他们家的蓝 buff 有没有人打？快跑！哎，我去抢个蓝抢死了，早知道我不去抢蓝了。我要先出鞋子，靠，抢一个蓝死了一下，经济就变最落后了。我只能保中路，然后花起进攻。哎呦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，小心被他定住就麻烦大了啊！然后拆掉，推强推，去打达摩。刚才就达摩把我虐掉了，还要把他身上的蓝 buff 扒下来。哎呀，他已经没蓝了。去打工本，去打工本，看我过来也死了，我要打什么什么都死了，没让我发挥的机会啊！抢不过他，哎呀！我又不知道去哪条路线，到处都没地方给我发育啊。我可不想被宫本抓。下路下路，赶紧，这边人多。终于有两个人头进站，爽了啊！打团哪里能没有诸葛亮呢？哎呦呦，这个宫本想抓我，换马可，我知道，因为血那么少，是我肯定也是去抓，来抓我，来抓我，我不推你，完了，吓死我了，宫本你追我要付出代价的啊，没人呢。看我那个助攻也没有，白追了，回去补点血，再出来烂蛋。嗯，赵云五连杀啊，还没死一次。我这蓝 buff 从哪里拿来的？那时候李白应该不会来跟我抢蓝了，我去打个蓝 buff。这边有个达摩。都是残血，清理兵线就交给他，我来打个蓝 buff。 我的血书出来没？还没出来。好强，谁好强？
再来一个怪物，我就可以被动技能启动，走了。捅他两下。是不是我刚才又捡了个蓝 buff？ 去打肌肉精。哎呀，我飞去错地方了，激动一下差点飞不出来了。我再杀一个就超神了。靠，李白经济怎么发育的那么快？我去打蓝 buff， 反正现在没什么兵线打、啊。我去，我去，去这么快，血去这么多，哇，好痛！哎呀，这玩意伤害很高啊，这。哎，你别看我。怎么下我们家人都死光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刚才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我现在打暴君的一瞬，就那么一伙功夫，我们家死了三个。我要打点小兵吸吸血。没有兵线打，只能打野怪。哎，打鲁班，鲁班，鲁班绝对是送分利器。不要让我看到，看到就射。哎呦呦，被挡过来了，我操！这个宫本的技能好强啊，法师技能全部被灭。这么快，这么夸张！哎呦，快，跑不掉，跑不掉！哎呦，他差点就跑掉了。咱也要去打个主宰再来，被那橘右京卡住了，他橘右京削了一下。等待时机，从头再来，卷土再来啊，卷土重来。他们会不会去打主宰？暂时没有啊，你能打主宰最好，等我复活了一起去打。然后我现在都出纯输出的，没有出防御，所以说我也很脆弱。虽然我伤害高，就像鲁班一样。呀呀呀！靠，被踢晕了，我操！这个达摩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突两下就被突死了。主要是刚才打那个主宰打了去了一半血，亏大发。发起进攻直接强推呗。我没有兵线啊，现在没兵线。
赢了，应该是可以赢了了，不能让他活下来。新鲜也到了，四秒、三秒、两秒，鲁班复活也阻止不了。我刚出来就去输，都不让我多待会。早料刚不去打暴君了，我还是消太烂蛋了，直接冲去打暴君。我要不打暴君，可能还是不会死。也就超神了一下 ，MVP 没有 ，MVP 是刚才萝卜没死，少死了一两次就够了。对方鲁班看死了八次，比较容易送风。没有人好好保护鲁班，所以说损失很惨重。输出还是我对英雄伤害输出还是我最高哎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到这里，这期先录到这里。